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不是爸妈的亲生孩子，因为他们对待我和哥哥区别巨大。我问过妈妈很多次我从哪来，她总说是在垃圾桶捡的。妈妈说我是从垃圾桶捡来的，我很伤心，却又恍然大悟，难怪逢年过节只有哥哥有新衣服穿，而我总是穿他的旧衣服，难怪亲戚送的奶糖、橘子、汽水和娃哈哈大多时候都没有我的份，难怪哥哥可以满村疯玩，而我得搭个凳子洗碗、洗衣服、煮饭、摘菜，难怪每次跟哥哥有冲突，妈妈总会说他是男孩子，你打不过他，干嘛去招惹他？我不是亲生的，自然得不到同样的爱。村里除了我之外，莎莎也是他爸妈捡来的。据说一开始赵叔赵婶对他不错，可很快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，于是莎莎成了多余的那个，睡在漏风的柴房，要做很多家务活，骨瘦如柴，从来没吃饱过。只要弟弟一哭，赵婶就会朝莎莎发火，用竹扫把抽得他满身血道子。纵使这样，赵婶还会经常嚷嚷，要不是我把他捡回来，他早就死了。也就是我心善，不然谁愿意浪费粮食养他？早把他扔了。莎莎瘦弱，赵婶为了方便给他剃的板寸，加上又总是穿着宽大不合身的衣服，村里没有孩子愿意跟他玩。那次我上山割猪草，遇到他躲在破败的土地庙里哭。不被爱的孩子连哭都不敢大声，全程小小的一团，肩膀不断的耸动，他后背的衣服破了，红色的血痕像蚯蚓一样在苍白的皮肤上蜿蜒。我鬼使神差的走过去，掏出了我用废书纸包着的自己也不舍得吃的一颗小冰糖，给你，别哭了。我们一起坐在山坡上，秋日的风荡过高低不一的草丛，吹起我们破败的衣角。他问我，我亲生爸妈会不会其实很有钱，会不会一直想把我找回去。其实我也会做梦，幻想自己是童话里的公主，只是意外流落人间。我很快会回到城堡里，穿上公主裙和水晶鞋，但梦就是梦啊。我低头拨弄着脚下的蚂蚁，轻声说，不会吧，不然当初为什么抛弃我们呢？莎莎知道了我也是捡来的秘密，但她答应我绝不会说出去，我们成了朋友。不过我不敢明目张胆去找她玩，我怕面对其他孩子的嘲笑和孤立。我会把哥哥用旧的钢笔偷偷拿来给莎莎，反正哥哥笔很多，他也不会发现。他会爬到高高的树上给我摘桑葚，我会在自家地里挖最大的红薯给他吃，他会把绿莹莹酸掉牙的橘子藏兜里带给我。我们会幻想其实我们是亲姐妹，爸妈是全县首富，我们渴望走出这小小山村，去看看电视里的北京上海。有时候他跟我说，小霞，其实你比我幸福呢。他说的没错，炖鸡汤哥哥吃鸡腿，我吃鸡翅，零花钱哥哥五毛，我也有一毛。我生病咳嗽，妈妈虽然远不如哥哥生病那么紧张，但若个把月我都无法自愈，他还是会带我去赤脚医生那打屁股针，但我还是不敢任性，也不会提任何过分的要求。妈妈经常自豪地跟人说，我家小霞真的懂事嘞，因为怕被扔掉，所以我必须懂事，我不想当没有爸妈的野孩子。我那时顿顿都能吃饱，还有小孩特有的青蛙肚，明明身体鼓鼓的，却时常感觉整个人都空荡荡的。后来长大些才知道，充实的是肉体，空荡的是灵魂，因为没有足够的爱来滋养牵绊，所以我才会感觉自己像是断线的风筝，轻飘飘的，任何一缕风都能将我吹向未知的远方。哥哥比我大三岁，很爱欺负我，但他很聪明，课文只要多背几遍就能记住，经常拿班上第一。读书时成绩好的人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光环，让人忍不住亲近和崇拜。我那时还不明白，我本来就是不被看中的女孩，又如此笨拙。哥哥的优秀与他是光环，却是会刺伤我的利器。入学前班那个暑假，在挖声四起的破败院子，哥哥教我从一数到一百，我每次到三十四十这种坎的时候就会倒回来，他很抓狂，猪都没你这么蠢。入学后老师留的作业我经常不会，问哥哥他总拉着一张脸莫来烦我，爸爸也没耐心，你怎么什么都不会，你上课耳朵打蚊子去了，勤能捕捉。我于是学到很晚，妈妈叹气，算了，你可能不是读书的料，这样也好，家里条件差，供不起两个读书的，你读完初中就可以打工去供你哥哥。每次过年亲戚们总会夸哥哥聪明，说爸妈只要能把哥哥供出来，以后老了就能享福，也会偶尔问我的成绩，听到答案后他们总是笑笑，挺好的，小霞以后初中毕业能帮着供你哥哥读书，女娃娃嘛，嫁得好才是真的好。如今听来这些论调很让人生气，为什么要牺牲一个孩子的未来去供养另外一个呢？然而这在当时也是寻常，农村家庭资源有限，很多天资聪颖的女孩都要为家里的哥哥弟弟让路，何况我资质如此普通，又不是亲生的，注定是哥哥人生的垫脚石。就这样稀里糊涂，我长到了十岁，妈妈答应过我，等到十岁会单独给我过生日，再给我买一条粉色的蛋糕裙。那天我起床时，爸妈和哥哥已经不在家，或许是给我买裙子去了。我早早去学校拿期末考的成绩单，班级第十，我第一次挤进了班级前十。不止如此，我还拿了乡里作文比赛的三等奖，奖品是一个笔记本，一切都如此完美。回村时遇到了大牙他们，他来攀我肩膀，霞弟弟霞弟弟，到河里摸蚌壳去不？我甩开他的手，不去，我说过了，以后不要叫我霞弟弟。大牙笑了，你莫穿你哥哥的短衣短裤，穿条裙子我就不叫你弟弟。其他男孩也笑了起来，我生气了，穿就穿，我妈答应我今天会给我买，你们等着看。我期待着人生第一个单独庆祝的生日，幻想着穿上粉色裙子从村头逛到村尾，告诉大牙他们，看好了，我穿裙子了。我从日光朗朗等到夜幕降临，爸妈总算带着哥哥回家了，他们满面喜色，手里拎着大袋子，兴奋不已。小霞，你哥今天去参加城南私立初中的考试，当场就通过了，进了城南，等于一只脚进了一中。我并没有细听，手不停地在袋子里翻着，期望着一抹粉色，但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，里面全是给哥哥买的新衣服、新鞋、新袜子，还有习题册。我抬头问妈妈，我的裙子呢？什么裙子？我声音染上哭腔，我今天过生日，你答应给我买裙子的。我的裙子，我的裙子在哪里？妈妈恍然，哎呀，
我都忘了，农村穿什么裙子吗？不耐脏活动也不方便。你哥去年有件短袖买小了，等会我翻出来给你，是全新的，一次都没穿过。过两天就是你哥生日，跟以前一样，你们两兄妹一起过腮，我到时候给你们杀只鸡，不该有期盼的。作为养女，更没有资格生气。可是从前一次次被忽视的委屈，此刻全部都涌了上来，像涨潮的海水，狠狠冲击着我理智的高墙。我朝妈妈吼：我不要，你说过单独给我过生日，你答应给我买裙子的，为什么不能说话算话？你总是这样，总是忘了。还有我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，我平时都很乖，我就要这样东西，你们都不能给我买吗？你们既然不喜欢我，当初为什么要捡我回来？干脆把我扔在山里被野狗咬死算了。爸爸恰好上厕所回来，一巴掌抽在我脸上：你妈生你命都去了半条，家里还交了罚款，你对她就是这态度，家里就这条件，你要这又要呢？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，就你名堂多，乌云蔽月，星子无光，堂屋里的白炽灯接触不良，刺啦刺啦作响。我看向妈妈，浑身都在抖，问：我是你亲生的？妈妈没好气：不是我生的，难道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？本来想再生个儿子，这样你哥也有兄弟作伴撑腰，为了条裙子你对我这态度，真不知道生你干嘛。亲生的，原来我是亲生的。那一刻我的眼泪喷涌而出，有无数的话想问，有无数的委屈想要宣泄，可看着爸妈生气嫌弃的脸，我如鲠在喉，转身跑进暗沉夜色之中。为什么呢？亲生的我为什么要次次等着哥哥的生日一起过？亲生的我为什么始终要让着哥哥？亲生的为什么哥哥得到的是满月，而我只有一点萤火？我一路跑到山上的土地庙，嚎啕大哭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月亮出来了，把沙沙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延伸到我脚边。他还穿着白天下地打农药的衣服，手却洗得干干净净，捧着一条粉色的碎花裙，我在镇上买的，送给你。莫哭了，我们都是捡来的，以后我来当你姐姐，生日快乐，小霞妹妹。我没有接那条裙子，哽咽着说：莎莎，我妈刚才跟我说，其实我是亲生的。莎莎愣住，好一会后，她将裙子塞给我，轻轻说：没什么区别的。小霞，是啊，有什么区别呢？她陪我在山上坐了很久，乌云游走，明月亮了又暗，暗了又亮。妈妈焦急的呼喊响起在山脚。莎莎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逆着光朝我笑笑：我错了，还是有区别的。至少你不见了，你妈妈会来找你。第二天，我穿着莎莎送的粉裙子去见大牙他们都惊呆了，不再喊我霞弟弟。但我没想到，当天晚上大伙在池塘边纳凉的时候，赵婶阴阳怪气的开口了：小霞，你怎么没穿莎莎买给你的那条裙子？红花，你家女儿小小年纪，本事天大嘞。我养莎莎十来年，没看到她一针一线的孝敬。你家小霞过个十岁生日，她倒是偷钱给她买裙子，你家妹子以后肯定能挖到大钱。纳凉的村人们纷纷朝我看来，议论声四起。今天我是看到小霞穿了条新裙子，细妹子鸟蛋大，就晓得找人要东西，以后长大还得了。莎莎平时看着挺老实，没想到还偷钱，捡来的，谁知道她亲生爸妈是什么种？我耳朵隆隆响，大声反驳：她没有偷钱，她不是那样的人。与此同时，莎莎的吼声也在背后响起：不是小霞找我要的，是我摘金银花捡茬子攒钱给她买的。她穿着破旧的短袖，裸露在外的皮肤上满是淤青血痕，走路都一瘸一拐，显然是此前挨了一顿打。见她维护我，赵婶更气：什么叫你攒的钱？你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你的钱都是我的，你哪怕要动一分钱，都要经过我同意。她抄起塑料凉鞋，刷的一下就扇在莎莎脸上，打得她一个趔趄，差点倒在地上。大娘婶子们上前拉架，赵婶子还在咒骂：小野种，小婊子，好吃好喝伺候你那么多年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月光暗淡，莎莎扶着路边的樟树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她要碎了，我也是。妈妈一把拽住我，吼道：谁要你收别人东西的？我是缺你吃还是短你穿了？裙子放哪儿了？跟我回去拿。我们经过莎莎身边时，她伸手拉住我，她的手瘦且冰凉，整个人散发着淡淡的血腥味。虽然她一个字也没说，但我知道她不想让我把裙子还回去。妈妈加大了拽我的力气，两边受力，我吃痛皱眉。莎莎松开了我，妈妈从衣柜下面翻出了那条裙子，我死死抱着不放，这是莎莎送我的。妈妈，你把裙子钱给赵婶好不好？我以后会听话，我会攒钱还你的。哥哥要什么你都给他买，我就要这次都不行吗？妈妈很生气，你没听他们怎么说你说我的？我脸都要被你丢到太平洋去了，你还留着这烂玩意干嘛？他红着眼哽咽：我娘家隔得远，你姑姑大伯他们都看不起我，村里那些堂客们背后说我，现在连你也要这样对我。他力气大，裙子还是被他抢走了。他急吼吼回到池塘边，将裙子摔到赵婶子脸上：拿回去，我家小霞要穿裙子，我自己会给她买。赵婶嗤笑：哟，就知道打嘴巴仗，这么多年也没见你给她买过。妈妈第二天一早就去镇上给我买了裙子，比莎莎送我的那条更贵，她让我穿上，让我出门去玩，尤其要让赵婶看见，那条裙子有点长，都快到我脚踝了，嘎吱窝也漏风。妈妈说这裙子要25块钱，肯定要买大点，这样能多穿几年。你嚷嚷着要裙子，现在买给你了，以后不能说我偏心你哥哥喽。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裙子，大家都说好看，就连莎莎也这么说，可我一点也不开心。那条裙子我只穿过一次，洗干净后整整齐齐叠在衣柜里，直到读初中那年我翻出来比了比，当初戏服一样宽大的裙子，如今只看到大腿根的长度，已经穿不下了。十岁生日后我变了很多，我开始光明正大跟莎莎一起玩，我会跟哥哥抢鸡腿，我会为了想要的东西跟爸妈大吵大闹，我会脸红脖子粗的指责他们偏心，在爸爸拿扫把打我时光着脚一边哭喊自己没错一边往外逃跑。妈妈常常叹气，
气，你是碰鬼了吧？你以前那么乖，就是天天跟莎莎玩，他把你带坏了。莎莎问我，你跟你爸妈天天对着干有用没？其实没多大用，都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前提是妈妈足够爱你。如果你能分到的爱只有一丁点，就算你哭得再大声，也只能多吃到一粒糖而已。但生活很复杂，人性也从不是非黑即白，妈妈也有她的苦难。伯伯和两个姑姑都在城里安家，那年过年，小姑邀请我们一家去城里吃饭，她特意叮嘱妈妈，嫂子你也搞件新衣服穿上，要是穿得太破烂，城里饭店不给你进去的。妈妈没给我买过几件衣裳，同样她更不舍得给自己买，她最后称病没去吃饭，夜里红着眼跟我说，你爸这边的亲戚都看不起我，只有把你哥哥扶起来，他有出息了，我才能抬起头做人。那我呢？我也可以给你争气呀。妈妈怔了怔，低声道，你是个妹子，又没你哥聪明，你也别怪妈妈，妈妈只有这么大的本事，不聪明又是女孩，或许我该认命，背过很多次的书却总是记不住，简单的作业我也得写到九十点钟，这样的我不会有出息的呀。但莎莎劝我，要是放弃，我们真的就成了池塘里的烂泥，无药可救了，努力至少还有微末的希望，放弃就真的会泯然众人。莎莎跟我的努力方向是不一样的，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消化知识，她确实要抵住赵叔赵婶不让她读书的巨大压力。日月变迁，城里的姑姑大伯们也有烦恼，国企纷纷倒闭，他们买断工龄下岗了，不到40岁的年龄要开始自谋出路，而他们的孩子们也远不如哥哥聪明。我入初中那年，哥哥考上了一中，妈妈高兴得热泪盈眶，等你哥哥考上好大学，看你爸那些亲戚还敢看不起我不？读书改变命运，大概是那个年代底层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认知。莎莎比我高一届，我总算在初中又与他会合了，每天早上六点不到，他就会在家门口等我，他骑着哥哥淘汰下来的旧自行车，在我去五公里外的初中路上会教我背单词，抽我背课文，问我数学公式，寒风瑟瑟，呼出的气变成热雾团团，天际的月亮还有残影，老旧的自行车零件叮当作响，偶尔会有早起的鸟咕咕鸣叫。上坡时，莎莎一边挺直背用力蹬车，一边纠正我背错的内容。忘了说，莎莎比哥哥还聪明，几乎过目不忘。初中科目多，莎莎比任课老师更有耐心，但聪明人和普通人脑回路大概是不一样的吧。他那时教我解题，最常说的一句就是，这题跟之前你错的那题差不多呀，怎么还是不会呢？初一期中考，我只考了班上二十多，年级排到一百开外了，我格外沮丧，我应该是整个班甚至整个年级最努力的，但考出来就这样的成绩，越努力让我感觉自己越像个笑话。我跟莎莎说，或许我妈说的对，我真的不是这块料。莎莎问我，你就甘心做你哥哥的肥料吗？甘心让他扎根在我的人生里，拼命的吸取养分，越长越高，而我则不断枯萎，当然不甘心。莎莎抱着我，连我都没说放弃，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？你说不定是开窍晚呢。我们班主任说，我们上一届有个学生就是初三突然开窍，从年级一百多到年级第五考上了一中，乡镇初中的教学质量差，我们学校一届两百多人，能考上一中的不超过十个。很抱歉，我就是人群里最普通的那个，真的不是有天分的人。为了宽慰我，莎莎拿出自己的私房钱，决定趁着周末带我去县城玩。说来不怕你们笑话，我长到十几岁，只在两次去姑姑家做客时才去过县城，乡下距县城有二十来公里，没有班车，坐金杯面包车得一块钱一个人，我们哪里舍得。于是两人轮流骑着自行车蹬得满头大汗才到县城，东西很贵，我们啥也不舍得买，但是莎莎还是拿出五块钱，我们俩一起拍了那会儿很流行的大头贴，我们都只会比剪刀手，照片出来后看上去很傻。拍完大头贴，我们沿着绕城而过的湘江支流逛了逛，风很大，吹得我头发搅成一团。我在电线杆上看到一张寻人启事，是一对父母在寻找十多年前丢失的女儿。我指着那张圆滚滚模糊的照片道，这小孩跟你一样，眼角也有颗痣，会不会是你爸妈在找你？莎莎凑过来摸摸自己眼角，我这不是痣，是小时候被戳留下的印子。他那么白胖，我又黑又瘦。说着他情绪低落下来，你还没死心呢，不会是找我的。以前我也寻着电话打回去过几次，每次都是失望。莎莎自嘲一笑，我爸妈大概跟张博那样，为了生儿子才扔了我，又怎么会找我呢？张博生了五个女儿，送走三个，如今张大娘又怀孕了，大仙说这次一定是个儿子。我握紧莎莎的手，我以后要是生孩子就只生一个女儿。莎莎笑了，你还没学生物，生男生女可不由你，而且只有像丽丽姐那么厉害才有决定权吧。丽丽姐是隔壁村第一个女大学生，如今在省城安家，她就只生了一个女儿，村里人过年问她婆家不催她生儿子吗，她就笑笑，想要孙子可以，换个儿媳妇就是，我又不靠他们养，他们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。这些言论被村里的老头西姐们一顿议论，说她读了点书把老祖宗的本都忘光了。离开县城时，莎莎花两块钱买了一份臭豆腐，一碗糖油粑粑，很好吃。后来我吃过很多次臭豆腐，却再也找不到当初的味道。我想当丽丽姐，不想做张大娘。从县城回来后，我收了杂乱的心，更加努力的学习，但初一的期末考也只拿到了班级十六。莎莎宽慰我，别急，我还有时间，但她却没有了。过了暑假她要读初三，她弟弟也要读初中了，因为她总是年级第一，学校愿意免学费并补贴生活费让她读书，可赵叔赵婶坚决不同意，细妹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，你表舅舅厂里缺人，养你这么多年，到了你回报我们的时候了。九年义务教育虽然是国家规定的责任，可那时乡下初中没读完的比比皆是，没人会来掺和这家务事。不管莎莎哀求亦或反抗，赵叔赵婶都不让步。赵婶更是道，考上一中我也不会供他去读，要真的让他读了大学以后就飞走了，还会记得我跟他爸爸，像他这种没良心的种更不能让他多读书，人性之恶
真让人遍体生寒。怕莎莎逃跑，赵叔赵婶把她关了起来，门窗都锁死，只等表舅舅得空带她进场。赵婶不让我进院子，我只能远远站在乡间小道上。莎莎脸贴在窗户上，脸被生锈的钢筋挤得发红变形，素日亮晶晶的倔强眼睛里蓄满了泪水，她的眼泪没有掉下来，我却忍不住泪流满面。莎莎张嘴无声地说，别哭别哭，这就是我的命，凭什么呢？她这么聪明，本该是翱翔九空的天之娇女，她应该是搏击长空的雄鹰，应该是绚烂辉煌的孔雀，为什么要打断她的翅膀，将她锁在这烂泥塘里？我必须做点什么，我去找支书。老支书也是叹气，我也劝过好多次，多好的苗子，但赵大头就是不听，这毕竟是他家事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求妈妈帮忙。妈妈皱眉，莎莎确实命苦，但人家管教自己的女儿，我怎么插手？我把自己存的20块私房钱都拿出来，沿着乡间小路一直跑，一路走到镇上，走到县城。记性不好的我背下了每一个有微末可能的寻亲电话，然后用所有钱买了张 IC 卡，一一拨过去，对不上，通通对不上。我甚至去报警，警察来了，教育了赵叔赵婶一顿。可莎莎没成年，监护权还在赵叔赵婶手里。警察走后，赵叔赵婶狠狠揍了莎莎一顿，赵婶还站在村口破口大骂：莎莎是我女儿，我想让她打工就打工，想让她嫁人就嫁人。我劝有些人不要吃饱饭多管闲事，再操闲心，我就打断她的腿。夜深了，乌云满天，月色暗淡，鸟兽皆阴。我从窗户破角处偷偷塞了个馒头，急切又小声呼喊着莎莎的名字。过了很久，她慢慢从床上爬起来，扶着墙走到窗户边，月光太暗，落不进她黑洞一样的眼。我一遍遍地道歉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救你。我没想到，莎莎手从窗户里伸出，碎玻璃的边缘在她手背上划出长长血痕，可她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疼。她将冰冷的手扶在我的脸上，轻声说：没关系，我习惯了，别白费力气，到时候他们发现还要找你麻烦。小霞，我没机会读高中考大学了，你能替我去大学里看看吗？我拼命点头：能，我能的，我一定能。院子里的狗叫唤起来，西厢房传来赵叔骂骂咧咧的声音。莎莎用力推我一把：走，你快走吧。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，第二天睡过了头，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头脑昏昏沉沉。妈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，日光烈烈，她回头看向我道：今天一大早，莎莎她表舅来了，把她带走了。心被挖空了一块，怎么都填不满了。莎莎走后，我恢复了形单影只，像是入魔了一样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学习。小孩子瞌睡很大，我也不能例外。那时买不起咖啡，除了喝浓浓的茶，我还准备了一根绣花针，困得厉害的时候就给自己大腿来上一下。我之前怯于去问老师问题，现在可顾不上他们觉得我蠢笨愚钝，舔着脸也要去问。好在其实大部分老师都还不错，会耐心解答我的疑惑，只是我会很想莎莎。在独自骑车上学时，在一遍遍背单词时，在生物复习到生男生女内容时，在看到校门口的臭豆腐和糖油粑粑摊子时，不知远方的他好不好，不知他会不会也想起我。很快到了过年，按理外出打工的人都是要回来了，但莎莎却没有。赵婶站在村口骂：没良心的贱蹄子，我给他镶了一门那么好的亲事，对方愿意出60000块钱彩礼嘞，他居然偷偷跑了，捡来的也种养不熟，浪费我这么多年的粮食。莎莎在厂里干了几个月，获得表舅舅的信任后，趁着这次返乡火车站混乱逃离了魔爪，真好，我替他开心。只是如果他不再回来，我们以后估计很难有再相见的机会了，但我还是牢牢记住自己的承诺，努力学着。初二期末考，我考到了班级第10，哥哥那时住校，基本一个月回一次，每次回来都要很多钱，说是补课费试卷费等等，爸妈虽然很难，但只要他开口都还是会如数给钱。哥哥变了些，穿的是当时流行的白衬衫喇叭裤，还偷偷打了耳洞，但他交上来的成绩单很好，年级50多名，如果稳住考个211没问题。与他相比，我的班级第十真的微不足道。初三一开学，我收到了莎莎的来信，她说她在服装店上班，卖衣服有提成，养活自己没问题。她在信里告诉我她的 QQ 号，要我一定不能对赵叔赵婶提到她。信的末尾她叮嘱我：小霞，你一定要好好学，千万不能放弃哦，我以后想去大学里看看，还要让你当向导的。天知道我收到信有多激动，我珍而重之地收在抽屉里，还上了锁。但这天我回房间，却发现妈妈手里拿着那封信，她语气沉沉：莎莎跟你联系了。我的心掉到嗓子眼，一把冲上去抢过信：好，你干嘛乱翻我抽屉，干嘛乱看我东西？妈妈哼了一声，她不跟她爸妈联系，倒是还记得给你写信。我急了：你别告诉赵叔赵婶。妈妈也生气了：我是你妈，你跟我说话就这口气啊？没两天就是周末，明明哥哥也在家，可他说哥哥高三课业重，好不容易放假需要休息，要我帮他一起挖红薯，正好在地里碰到了赵婶，他又对莎莎逃跑的事骂骂咧咧：没良心的小婊子，最好死在外面算了。妈妈似笑非笑：莎莎在外面过得好着呢。赵婶狐疑看过来：你怎么知道他在外面好不好？他跟你家小霞联系过？我头皮都紧了，立马否定：没有的事。又赶紧看向妈妈，妈妈一锄头勾出地里的红薯：没，莎莎一向聪明，我猜她肯定过得好。我暗暗松口气。回去路上妈妈说：你赵叔赵婶也不是个东西，没少作践莎莎，她跑了是好事，你要是给她写信就劝她一定要趁着年轻找个条件好的男人嫁。我才不劝。莎莎走后这一年多，我一直在从各种渠道搜集寻亲的信息，只要稍有可能的我都会攒钱打电话去问，绝大多数是失望的，稍稍有点可能性的我都会记下来。如今有了莎莎的 QQ， 我请班上一个会上网的男生李虎喝橘子水，请他帮我申请 QQ。 那时 QQ 还是个新兴玩意，我也不会用电脑，每次都是将想要说的话写下来，李虎去网吧登录我 QQ 传给莎莎，再将他回的消息带回给我，远不如
如现在的微信方便，却不受收件地址束缚，比写信要方便许多。我也没停止继续帮他寻找亲人，我觉得有可能的，就会将莎莎的 QQ 告诉对方，让对方去联系。莎莎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，小霞你安心读书，还有别浪费时间了，我亲生爸妈不会找我的，怎么会是浪费时间，万一他的家人真的在找他呢？我身上背负着他的期望，因此丝毫不敢松懈。那天晚上11点多，我在做物理试卷时打瞌睡，用针狠狠戳了下指尖，恰好被半夜起来上厕所的妈妈看到了。她在桌边站了好一会儿，开了口，小霞你要是考上了一中，妈妈也送你去读。真的吗？只要你能跟你哥一样考上，不被爱的孩子就是如此容易满足啊。那一刻，无论他过往如何偏心，我都已经在心底原谅了他，没了后顾之忧，我学习的压力也变轻了。我一次次地冲击，咬紧牙努力，也只在临终考前拿到了班级第5的成绩。班主任安慰我，只要稳住，你还是有很大机会考上一中的。考试前一晚，我还梦到了莎莎，她用满是血痕的手抚在我脸上，轻声说，小霞你一定可以的。考试我发挥出了该有的水平，进了人事，接下来只能交给天命。考完第二天，哥哥也该出高考成绩了，妈妈已经念叨了多日，你哥说发挥的还行，希望能上985 211的分数线，最低也要考个重点本科。他等着扬眉吐气，一鸣惊人。可成绩出来，妈妈傻眼了，418分，哥哥甚至没上三本分数线。原来他从高二开始沉迷上网，成绩一落千丈，他之前带回的成绩单都是假的，爸妈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所谓那些买资料补课的钱都被他拿去上网了。妈妈眼睛都哭肿了，她像是祥林嫂，一遍遍质问哥哥，我们这些年辛辛苦苦送你读书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，你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去上网。亲戚们都指责妈妈太过纵容哥哥，哥哥怒了，又不是我求你们把我生下来的，你们怎么不像我那些同学爸妈那么有钱呢？我以后不用你们一分钱，我明天就去打工行不？要不我现在去死，你们满意了吧？妈妈吓坏了，也不敢哭了，低声下气哄着哥哥，不读书怎么行，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，眼睛500度近视，去外面打工能做什么，你有底子，收收心，咱们再去复读一年，爸爸妈妈供你，你不读书有什么出息？难道以后要一辈子种田吗？哥哥不想读书，他的心已经野了，他想去某某学校学电脑，说那比读大学有前途。爸妈一直给他做思想工作，家里每天的气氛都很紧张。而这时我的中考成绩也出来了，那天艳阳高照，爸妈一大早就出门去帮人建房子了。我蹲在支书家门口，一遍又一遍的恳求满天神佛让我考上一中，这关系着我的未来，也关系着我对莎莎的承诺。时间一到，我拨通了查询的电话，老天爷真的很喜欢开玩笑，哥哥距离三本分数线差5分，而我距离一中的分数线也差5分，我与一中擦肩而过，被二中录取了。妈妈晚上回来听到我的成绩后长长舒口气，没考上啊，这也是命，那等过了双抢你就收拾收拾跟着村里人进厂去吧，正好我跟你爸爸压力大，你也能帮衬一下。夏日炎炎，我脚起的双手却很凉，可是我想去读二中也还可以的，每年也能有30-40个考上本科的。爸爸妈妈你们让我去读好不好？妈妈皱起眉，我们说好的，你考上一中就让你去读，你自己没考上不能耍赖啊，何况你哥哥去复读学校，学费生活费都是一中2-3倍，我跟你爸爸供他就已经很吃力了。我急急道，但是我很想念书，你们就让我去好不好？妈妈我有多认真你知道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，哥哥反正也不想读，去复读也是浪费钱。闭嘴，妈妈生气了，你跟你哥哥能比吗？他从小聪明，去复读一定能考得上。你个乌鸦嘴，不要胡说八道，你自己没考上一中，不要怪我跟你爸爸不公你。胸口像是被揉进一把玻璃碴，痛到窒息。我忍着眼泪质问，爸妈其实就算我考上一中，你们也不会供我是不是？只要跟哥哥的利益冲突，我就永远都是被牺牲的那个，对吗？既然做不到一碗水端平，当初为什么要生我？爸爸被戳中痛处，抬手扇了我一巴掌，怒道，一个两个都长了本事是不？你这么有本事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搞学费，只要你弄到了钱，莫说是读二中，你就读六中我都不拦着你，去哪里弄钱呢？我去找大伯和姑姑们借，他们说你爸妈前段时间为了你哥哥复读已经找我们借过一次钱了，我们也没有多余的，而且你从小不像你哥哥那样聪明，读二中能有什么出息喽？还是不要浪费钱了吧。我去问班主任有没有助学金或者好心人的资助，他一脸歉意，按照规定助学金都是给考上一中家庭困难的孩子，就是有好心人资助也都是选那种成绩好的孩子。他掏出200块塞给我，小霞我的工资也不高，也要养家，老师真的很抱歉只能帮你这么多。我去县城问有没有招工的，他们嫌弃我年纪小，好不容易有一家愿意招我，说是300块一个月包吃住，必须得干够半年才发工资。我从白天走到晚上，问遍了每一个可能的人，我从村头借到村尾，但他们都说你一个妹子考的又是二中，莫读了吧，还不如早点去打工赚钱，帮衬下你哥哥，再存点老婆本。只有老支书可怜我，但他劝我想清楚，因为读高中要3年，就算凑齐了这次学费，之后的钱又怎么办呢？下雨了，噼里啪啦如石子一样砸在我脸上，溪水翻滚成脏污的黄，中间有一个红色塑料袋，随着水流浮浮沉沉，好几次被溪水边的枝丫勾住，但下一波浊浪来临时，它又会被推着往前，就像是我的命运。很多次我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以为自己掌控命运，可只要一阵浪扑来，就能轻易毁掉我所倚仗的一切，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最后还是只能跟小河里的其他垃圾一样随波逐流，抵抗命运本来就很难，放弃吧。
就当块泥浆，当个随处可见的垃圾好了。我缓缓蹲下，抱着膝盖嚎啕大哭，也不知哭了多久，身上响起了一道声音，别哭了，你的学费有着落了。是李虎，白天我去找张老师时还在学校碰到了他，他准备去读中专，是来问张老师哪个专业哪个学校更好。此刻他冒雨而来，呲着一口大牙对我笑，上午跟你分开之后我去了网吧，登了你 QQ， 正好莎莎也在上网，他问你考得怎么样，我就把你现在的情况跟他说了，他要我过来告诉你，别担心，他给你存着学费呢，因为没考好。我无言面对莎莎，自然也没上网告诉他成绩，却没想到他一直记得我。第二天我按约定给他拨去电话，小霞你还好吗？两年多来这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，简单的几个字就让我泪流满面，对不起，我没考上一中。他笑了，哭什么吗？以你的脑袋瓜能考上二中，肯定也是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吧。小霞，我知道你尽力了。我哽咽不成调，是啊，或许我不该去读高中。放屁，他急急打断我，必须去读，我现在出来工作才知道读不读书区别真的很大。二中怎么了？二中也有考大学的希望啊。我就猜到你爸妈没那么好，从逃出来那时候开始就在给你存读高中的钱了。我眼泪簌簌而落，可是你赚钱也很辛苦，很不容易，我很怕，很怕最后拿着他的心血打了水漂，很怕最后连个二本也考不上。莎莎笑了，小霞，只要你尽了全力，不管能不能考上大学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你别忘了，你不只是为了自己读书，我这是投资，以后你上了大学工作了要把这钱双倍还我哟。你应该找个更聪明的人投资。他放软了声调，可是更聪明的人不会给我冰糖，也不会在我挨打时把家里的药偷出来给我涂，不会一直惦记着给我找亲生爸妈。小霞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对吗？当然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是彼此的支柱。爸妈很惊讶我能筹到学费，我跟他们说是好心人资助，还请老张帮忙圆谎。妈妈不明就里，吃晚饭时劝我将资助机会让给哥哥。你就是去读二中也考不上好大学，还不如把这机会给哥哥，以后你哥哥有出息了也会照应你塞。气得我把桌子都掀了。你们不出钱，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法子，你还要打主意，你们还配当爹娘不？妈妈不死心，又去问老张。张老师，我家泽恩以前也是你学生，你还记得不？他比小霞聪明多了，您跟那好心人联系看看，能不能资助泽恩，泽恩更有希望的吗？老张拒绝了，对方是一眼就选定小霞的，你就别动歪心思了。我读高一，哥哥读高四，妈妈给我100块一个月生活费，给哥哥500。他说妈妈也拿不出更多了，你跟好心人哭哭穷，让他多给你点钱，平时自己也节约点。你哥哥复读学校伙食贵，他又是关键时刻，营养一定要跟上，不必刻意解释的。妈妈，我早就习惯你的偏心，也不渴望你会公平的对待我和哥哥。对于头脑普通的我来说，高中真的很难，二中都是一中淘汰下来的苗子，城里孩子居多，他们家境还不错，父母不舍得让孩子早早步入社会，想着再读几年高中，不管将来是读三本还是专科，总归能混个学历。他们花钱大手大脚，而我对自己异常苛刻，每一分钱都是莎莎省吃俭用存下来的，我不敢乱花。袜子破了不起来再穿，内衣松了缝紧了将就将就，卫生巾要用到满血了才更换。在食堂吃饭总是打最便宜的豆芽，这些都还好，最难过的是冬天，衣服洗了干不了，每层住宿楼都是配洗衣机的，但要1块钱一次，我不舍得。你们穿过被阴干的衣服吗？会有特别重的呕味，怎么都散不掉。那会冬天还总下雪，融雪的夜特别冷，家里的厚被子被哥哥带走，妈妈只给了我一床6斤重的老棉花被，我穿着毛衣睡，又把外套盖在被子上，但早上醒来脚还是凉的。我知道自己不够聪明，所以只能笨鸟先飞，早上比室友早起半个小时，夜里熄灯后就着厕所的灯再学一会儿，但冬天太冷，我不可避免的感冒了，咳得昏天黑地，我也没舍得花钱买药。后来寝室长小安看不下去，我这里有之前剩下的感冒药，你吃点，你夜里这样咳也影响我们睡觉啊。那时可顾不上什么细菌感染、病毒感染、风寒着凉，对症下药，有药先吃了再说。大概我从小到大用药少，那药吃下去后很管用，3天后我的咳嗽就好多了。小安是年级第一，因为中考时发烧考砸了才进的二中。那次之后我们的关系亲近了很多，我有学习上的问题也经常问他。与莎莎的天资聪颖不同，他是聪明加上努力才稳住的成绩，所以他总是能找到我思维堵住的点，帮我疏通，找对方法，因材施教真的很重要。在小安不断的指点中，我慢慢拨开了学习的谜团。我从进校摸底考的年级85，到高一期末考时已经到了年级35，放在我自己的学习生涯里已经是不错的成绩。我那时跟莎莎约定好，每个月的第四个周六的下午4点，我们上网聊1个小时天。在我频频提起小安后，莎莎突然不说话了。我很紧张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吃醋。你跟他关系很好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最重要的呀。我赶紧打字，我还跟小安说起了你。小安说，其实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，到时候以社会生名义参加高考。他有个表姐就是这样的。我都工作几年了，知识早忘光了。我劝他，可是你这么聪明，我觉得你可以，到时候我考上大学，可以兼职供你上复读学校。再说吧，你先管好你自己的学习。临下机时，莎莎说，小霞，其实我很开心。开心你交到了新朋友，开心你在高中并不孤独，要加油啊。小霞，虽然莎莎说自己沉不下心，但我还是找毕业的学长搜集了一整套高中课本和练习册，这些给他邮寄了过去。这次聊天后不久，哥哥的高考成绩就出来了，差6分到二本分数线，只能去读三本。妈妈权衡再三，还想让哥哥再复读一年，可哥哥说复读压力太大，再读他宁愿去打工。最后他报的三本学费得10000多一年，但爸妈还是让他去上。你哥从小体质弱，不读书难道还在家种地吗？只有读书以后才能坐办公室，日子轻松点，学费和生活费是一笔不小的压力。妈妈把主意又打到我身上，小霞，我跟你爸爸负担太重了，要不你别读了。我冷冷瞧着他，1个月100块生活费，负担很重吗？那你们这100块也不要给了，我不缺这口饭，你们的心都快偏到屁眼里去了。你们做初一，我做15，以后莫想我给你们养老。
爸爸恼羞成怒，要来打我，无法无天，你就是这么跟爸妈说话的，你是我们生的养的，我看你敢不给我们养老。我不服软，哥哥养多少，我出他1/10就够了。我跟爸爸对骂，甚至拿起镰刀要对打，妈妈来拉架，把我们分开，他将我拽到厨房抹眼泪，妈妈知道对不起你，但我跟你爸爸将来的确是要靠你哥哥的，你看村里的人家都是帮扶儿子的，我跟你爸爸好歹没拦着你读书，没有随便找个人把你嫁了收彩礼钱，以后我跟你爸爸再拿每个月也几200生活费给你，行不？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，这些年妈妈真的很操劳，头发白了许多，她衣服的袖口都是毛边，万一口袋掉了，那一块颜色格外深些，爸爸的脊背也弯了，为了省钱抽的烟也由软白沙换成了相思鸟，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，你知道他们不好，知道他们偏心，却又知道他们的苦难，目睹他们的难处，你想爱他们，他们却总是伤害你，你想要离开他们，他们却又用一点点的爱牵绊住你。文理分班后课业更紧张了，好在我跟小安都进了理科重点班，成了同桌。那次我上网跟莎莎聊天，她说你寄给我的书我都收到了，小霞我现在开始努力真的不晚吗？当然不晚，我兴奋极了，你这么聪明一定没问题的。莎莎你可以靠自己进大学，你可以自己成为大学生，对了我可以去食堂兼职，不仅管饭还能给100块，你把钱留着自己可以上补习班。结果莎莎把我臭骂一顿，你脑瓜本来就不是最聪明的，还想分心做别的，正那仨瓜俩枣你也发不了财，我多给你100-200也不会破产，你要敢去兼职我就跟你绝交。实际上后来妈妈兑现了承诺，每个月给我200生活费，那时食堂荤菜1块5-2块，素菜1块，加上我每隔一段时间从家里带点咸菜上来，200块虽然紧紧巴巴，但是也够用了，除了吃饭学习生活还是有许多细碎的温暖和善意。夏天蚊子多，冬天又冷，女厕所门口的5瓦灯泡也很昏暗，味道还很重，也不知从哪天开始，寝室外走廊上那盏坏了很久都没修好的灯泡突然就好了，瓦数还挺大的，看书一点也不费眼睛。我们宿舍楼外面就是小道，每天晚上11点会有个奶奶推着卖糖油粑粑臭豆腐的车子回家，她总会强行塞我一碗，没卖完这玩意不能过夜，到了也是浪费，我用的都是干净好东西，放心吃吧。妹子读书是该认真也要注意身体哦。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卖不完，室友们也很好，会用自己带来的鸡肉丁牛肉末来跟我换咸菜吃，说什么咸菜开胃，肉吃多了发胖，学校只要一有助学金奖金，班主任老刘总是第一个想到我。要说高中3年除了学习之外我还学会了什么，我想那就是坦然面对困境，坦然接受善意，别因为贫穷而自卑，也别在别人关心你时敏感，坦然接受别人的好意，心怀感恩，将来某天有机会你再回馈这份善意，不一定是回馈给当初帮你的人，也可以是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。我知道自己是普通的，纵使在小安的帮助下我找到了适合自己学习的法子，我也不是聪明伶俐的那个，我考试从来没有超常发挥过，失误倒是有过多次，我无法灵光一现解开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，我没有脑子飞速运转，很快就记下满页的英语单词，我不能每次都举一反三，我还是会在类似的问题犯同样的错误，但我能感觉自己像是沙漠里的风滚草，在知识的海洋里浸泡着，一点点一寸寸的复苏，能感觉自己的生命充满越来越厚重的力量，因为普通才需要更加努力，如此才有向上一步的机会。3年如此漫长，3年又如此飞快，我还有那么多的数学公式没有掌握，我还有那么多的文言文记得不够牢靠，我还有许多英语例文来不及看，我还有好多张理化生试卷没做完，可惜高考不等人，它滚滚而来，等待发试卷时，我想起前段时间跟莎莎聊天，她说这3年你一直在努力，你没有辜负过自己，更没辜负过我，咱就放宽心去考就是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我考试那2天她还跑去庙里烧了2天香，考完后等待出成绩那段时间，很多人跟我聊过这事，两个姑姑说你爸妈供你哥哥读3本，头发都白得差不多了，你至少要考个2本才能去读，要是3本和专科就不要浪费你爸妈钱了。戴伯母说二中那样的教学水平能考到什么好学校，你堂哥那些读二中的同学都去读专科咯，你这3年书就当把自己养大点，不然15-16岁小姑娘出门赚钱也是不安全。出成绩那天村里正好修水渠，大娘婶子们还在议论浪费了3年的时间，这要是去打工一层楼房的钱都赚到了吗？红花的脑壳也是进了水塞，一个妹子这么供纯粹是浪费钱，赵神嘴更读是哪个好心人瞎了眼供他读二中，这钱肯定是打水漂漂了吗？他要是能考个像样的大学，我明天就改跟他姓。距离中考过去3年，村里起了不少楼房，有好几户都装了座机，但我家更穷了，我依然蹲在支书家门口，墙上的钟走动时咔嚓咔嚓声响一下一下敲打在我的心上，12点正是下工的时间，支书催促快快时间到了，打电话撒，拨了好几次电话一直忙音，好不容易打进去，我输入准考证号，赵婶扛着锄头经过，大嗓门的吼，小霞上400分没？电话那头机械女生开始播报我的分数，村支书将耳朵贴在听筒上皱着眉，多少没听清，快让他重新播一遍，赵婶嗤笑不会连400都没的吧，妈妈也下工了，光着脚提着一双破凉鞋站在门口，她像是想进来又怕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，神色纠结，我按了重听又按下免提，您的总分为552，妈妈扔了鞋子锄头跑进来，整个人几乎扑到电话上问多少，我没听错吧，你让他再播一次，再播多少次也是552，那年一本线是536，我高出一本线16分，跟大多数的聪明人比起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好成绩，但这是我高中3年唯一一次超常发挥，此前那么多
多大大小小的考试。老刘说，稳住的话，我二本没问题，最好的结果就是擦个一本线。而这552是那一年二中的年级第三，小安是年级第一，比我多了20分。妈妈眼泪涌了出来，喃喃道，552，552。她握紧我的手，低下头，眼泪大颗大颗砸在地上。小霞，你考了552。我也从激动中回过神来，第一时间拨通了莎莎的小灵通，我考了552，比一本线多16分。电话那头静悄悄，良久，我听到她的哽咽，太好了，恭喜你，小霞，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，我真为你骄傲。挂断电话后，赵婶还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站在那儿，不是搞错了吧？怎么可能考那么高？我盯着他，目光多多。张婶，明天我就陪你去派出所改姓吧。妈妈已经回过神了，她擦干眼泪，将身上的衣服撸了撸，冲着看热闹的众人道：“小霞考了550多分，是大喜事。我现在就回去杀鸡杀鸭，你们要是不嫌弃，中午就去我家吃。”立马有人附和：“不嫌弃，不嫌弃，状元饭必须要去吃，让我屋里仔也蹭蹭状元气。村子太小，教育资源也落后，我是这些年考得最好的一个。”妈妈去村头小商店买了2挂万字鞭，爸爸将早些年姑姑送给她一直舍不得喝的好酒也拿出来了。后来他舌头喝大了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培养了泽恩十几年，没想到最后反而是小霞有出息。命，这都是命。”村支书道：“所以牙子妹子都一样，只要有心读书都要培养。”妈妈忙前忙后都没上桌吃饭，我去厨房找她时，她正躲在火塘边啜泣。她哽咽说：“这些年是妈妈没本事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让你多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罪，我真的不是个东西，我的心已经软了。”但是她又说：“你以后有出息了，记得也要帮扶你哥哥，你们是世上最亲的人，千万不要像你两个姑姑那样看不起你爸爸和我。”我的心又硬了。家里很热闹，很多人都羡慕爸妈的福气，他们也夸我，顺便教会我以后有出息了一定不能忘记爸妈的辛苦，一定要帮扶家里的男丁哥哥。我很开心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和疲倦。我填了本省的大学，顺利拿到录取通知书。那天我在网上跟莎莎就是重提：“莎莎，你回来读书吧，我们一起去大学。”隔了很久，莎莎问我：“真的可以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连我都能考上一本，你考清华北大都没问题。”莎莎无语：“你太高估我了，我怕自己连二本都考不上。”但她还是回来了。在那之前，我求支书出面骗赵婶拿出了户口本，莎莎因此瞒着她办到了身份证。我陪她去隔壁市的复读学校，招生的老师皱眉：“你这样没底子的，按理是不能收的，如果你很想读的话，学费得6000，这简直是天文数字。”那时候公办高中一年的学费住宿费大约是1200，复读学校要升学率，好苗子甚至愿意贴钱请来读，像莎莎这种完全没上过高中的必须交足钱才能进去。莎莎退缩了：“这么贵，要不就算了吧，我也不是很想读，读了也不一定考得上，还是别浪费钱了。这几年他在外面只能算个童工，没有学历，年纪又不够，一个月赚不了几个钱，还给我出了学费，补贴了生活费，自己剩下的全部家当也就5000块。我一把拽住他：“我有钱，我可以供你。”老刘给我介绍了3份家教，一天8小时，可以拿140块，学费可以办助学贷款，因为二中升学率低，我考上一本也是长面子的事。老刘还跟学校申请了一笔奖金，2000块已经拨到了我银行卡里。我填的大学在省会，不管是做家教还是兼职，机会都很多，我觉得养活自己之余是有余力援助莎莎的。可是我没有。可是我打断他：“以前是你帮我，现在轮到我帮你了。莎莎，我走出了这滩淤泥，绝不能将你留在里面。我大一做过很多兼职，只要赚钱的我都会去试，除了家教之外，去各大寝室推销电话卡，七夕在路边卖玫瑰，在小商品市场批发小饰品，节假日时在公园摆地摊，有段时间还卖过衣服。记得那时室友们总问我：小霞，你每天那么忙着挣钱，怎么都不见你买件新衣服？”我那时见到阔别多年的莎莎，发现她的行李只有小小一个箱子，里面装着3件夏天的衣服，2件冬天的外套，衣服鞋袜都很旧。她为什么不舍得买新的？因为我如今为什么不舍得对自己好呢？因为她的确落下太多年，或许一年的复读难以成功，我得多攒点钱，做好让她再读一年的准备。我怕她不舍得吃喝，隔段时间就去看她，给她买牛奶和吃的。除了这些之外，我每周都会去学校的机房上网，从各大网站寻找那些寻亲的消息，同时也在天涯里写帖子，帮莎莎寻找她的父母。那会微博好像还没有，天涯猫扑是流量最大的地方，每个人都说希望渺茫，但哪怕1/1的希望，我也不想放弃。莎莎的却聪明，她曾经大致翻阅过我寄过去的教材。进复读学校后，一开始的名次是倒数，但她聪明又努力，慢慢的到了班级50多、40多、30多、20多。五一前的那次月考，她拿到了班级15。她老师说，只要能稳住，考个二本肯定不成问题。那会儿五一还是放7天假的，我特意空出一天时间去找她，却万万没想到撞见赵叔赵婶在大闹复读学校。隔壁村有个男生也在复读学校，他想追求莎莎，被拒绝后恼羞成怒，将莎莎的存在告知了赵叔赵婶。生活就是这么操蛋，就算莎莎已经成年，就算赵叔赵婶并不是他亲生爸妈，也从未好好爱过他，但他们占着爸妈的身份，就是可以掌控莎莎的人生。他们指责学校不经过他们同意就收下莎莎，控诉学校骗钱，要求学校退还学费，在学校门口撒泼打滚，骂莎莎没良心白眼狼。警察来了，把他们带走教育。放出来后，他们又来学校门口哭丧，举着喇叭要学校退钱，把女儿还给他们。学校门口堆着无数人看热闹，教导主任顶不住压力，要劝退莎莎。
我压着一肚子愤怒哀求，我们交了费的，莎莎也成年了，他们不能把莎莎怎么样，莎莎很努力，她一定能考上大学，求求你们，她吃了很多苦，受了很多罪，下了很大的决心，尽了最大的努力才走到这一步，这是她改变人生唯一的希望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们给她一次机会，我可以加钱，我还有钱，我还有3000块。我说着就去掏银行卡，教导主任按住我的手，深深叹息，我知道她是好苗子，除非她能把她爸妈摆平，不然学费我可以退给你们。那一刻我在莎莎脸上看到了绝望，她低着头，眼底含着泪，拉住我的手，浅浅笑着，算了吧，小霞，我不读了，或许这就是我的命，我的心要炸了。猩红着眼咆哮，我不信，我不信这狗屁的命，凭什么所有的苦难都加在你身上，莎莎，你不许说放弃，我现在就去买把刀，我砍死那对狗男女。莎莎死死抱着我，眼泪决堤而出，小霞，你不要犯傻，为他们搭上自己一辈子不值得，我没关系的，不读大学也没什么，学费也能退，我们也没什么损失，我拿着这笔钱跑了，他们再也找不到我，我没事的，我很好。他滚烫的泪全部滴落在我手背上，我很好，我真的很好。夏初的风冰凉，荡过空旷的走廊，我撕心裂肺的哭吼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呀。莎莎只紧紧拽住我，一遍遍重复，我没事，我很好，我没事的，真的没事。也不知道哭了多久，耳边响起一个颤抖的女声，请问你们谁是赵莎莎？我茫茫然抬头，看到了一张和莎莎几乎一模一样的脸，莎莎也愣住了，那个女人更是浑身发颤，眼泪滂沱而出，冲上来一把抱住莎莎，很长很长时间才抖声道，琳琳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，琳琳，我是妈妈呀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妈妈，我是你妈妈，对不起，妈妈来得太迟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宝贝，琳，美玉也。原来莎莎真的是亲生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心中美玉是莎莎的亲生哥哥，在论坛看到我发的帖子，我那张帖子里附了当初跟莎莎一起拍的大头贴。3岁时，宋叔和周姨带着他们兄妹俩一起去旅游，不过是买个棉花糖的功夫，莎莎就被拐走了。后来警方抓住了人贩子，那人供出来那批孩子都被卖到北方，所以这些年周姨一直在北方各个城市寻找，却不成想莎莎竟然落在我们那个小山村。莎莎的神色还很茫然，我拉住她的手，激动不已，莎莎，这是你亲生妈妈，我就说像你这么漂亮可爱的姑娘，哪个父母会舍得送人？莎莎，你其实早有爱你的家人，你有爱你的爸爸妈妈，你还有哥哥。莎莎眼底的泪涌了出来，真的吗？23，周姨将她搂紧，真的，真的，我的傻孩子，你到底吃了多少苦？赵叔赵婶还想从周姨身上抠点钱，但周姨可不是软柿子，你从人贩子手上买我女儿是犯法的，你这些年还一直虐待她，你还想要钱？我要送你们夫妻去坐牢。我儿子学法律的，是律师，他就是为了将来给妹妹撑腰才学的这个专业。赵叔赵婶当初生不出孩子，所以才买了莎莎，后来有了自己孩子后，觉得自己花了冤枉钱，才一直作践莎莎。年代久远，想要定他们的罪很难，但琳琳哥哥起诉了，法院的传票就足够吓尿赵叔赵婶了，正是要考试的节骨眼，户口不好转出省，更不好随意换环境。周姨在复读学校附近租了个房，每天接送，临考试前琳琳还跟我抱怨，我妈盯我太紧了，恨不得寸步不离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我都成年了，因为失去过，不能再承受丢失一次的痛，所以周姨才会分外紧张。电话末尾，琳琳又说，小霞，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有时候会做噩梦，梦见自己还是那个被毒打被嫌弃永远看不到未来的莎莎。我斩钉截铁，不是梦，琳琳，这是早就该拥有的幸福，谢谢你小霞，如果不是你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帮我找亲人，我不可能重新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，我们之间不用说谢谢，有了周姨无微不至的照料，琳琳的学校成绩更上一个台阶，唯一遗憾的是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，很快就迎来了高考，她考了546，过一本线14分，我鼓励她填去爸妈所在的城市，这些年周姨为了找她四海漂泊，如今一家人也该团圆了，琳琳有点遗憾，可我本来想跟你进一所学校的，难道不在一所学校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吗？那当然不会，再说我们可以考研到一所学校，琳琳眼睛亮了，是呢，我们考北大怎么样？我眼前一黑，饶了我，姐，你看我像是读北大的料吗？努努力吗？北大不是努力就能上的。我很大声，我有时候真不想跟你们这些聪明人说话。琳琳笑了，我也气笑了。其实读什么学校都无所谓的，因为我们始终是从泥泞里一起长出的并蒂莲啊，花开两朵，相依为伴，生死不息。后记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村里很多人，包括我爸妈都知道琳琳是买来的，但是他们都闭口不言。妈妈说，人家花了钱的，你赵叔赵婶是那样的性子，要是知道是我举报的，房梁都要给我拆了。好在报应总归会来。琳琳回到亲生爸妈那后，赵婶的皇太子突然就病倒了，去医院一查是胰腺癌，这个癌症被称为癌王，无法治疗，很快就走了。赵婶哭得眼睛都快瞎了，头发一夜间就白了。赵叔更是借酒浇愁，摔了一跤偏瘫，半身不遂。村里人私下里都说他们夫妻命中无子，但琳琳命中注定有兄弟，弟弟是他带来的，可惜赵叔赵婶不珍惜，所以琳琳走了，这个弟弟也就死了。或许是这件事触动了爸妈，那之后他们对我好了许多，总是要给我生活费，经常打电话嘘寒问暖，可惜我理解他们的难处，却无法亲近他们，就这么淡淡地处着吧。另外一方面，宋叔和周姨对我极好极好，琳琳还一度想撮合我跟他哥哥，遗憾的是他哥哥已经有了心上人。琳琳家住的别墅第三层是独属于他一个人的空间，周姨为了补偿他，只要他多看一眼的东西就会带回家。慢慢的，我从他身上已经找不到当初那个土地庙哭泣的孩子的影子了。那天下雨，我们在全玻璃的露台发呆，他指着楼下池子里的荷花，看，是并蒂莲，池子里的并蒂莲开了，月光一样皎洁的白色。琳琳歪着头看着我笑，他们真好看，互相依偎而生，就像我们一样。全文完。